声烟吹，伊着人将厝分东西。希望你平安，唔忧欢喜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好生。人生人可爱路别搞大绿啦！你没有看过我的眼睛吗？没有希望你平安，唔忧欢喜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。我扮江南 star。安呐，请教老师。三回啦。三回对哇哈。三回我讲的啦。安呐，阿爸爷我讲。真卡人咧讲的话，你蛮讲啊。请教老师。太小啦。喂，你莫安尼，你安尼，你用个开口，我用个个性硬起来。我相信有一个人哦、喔，哎，伊啊吼煮一道菜。煮一道菜。这道菜呢？有。烧咸，烧过咸。伊要安怎呢？好，这道菜呢，好未烧咸。用时间冲淡一切。你只要扛十分钟就未咸吗？时间会冲淡一切。有啦，所以老婆仔，你若煮菜煮坑上咸啊，啊上咸啊，甲坑阿久诶，也袂咸啊。哎，嗯，为虾米？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你老婆仔。哦啦，讲着食，有那个烧着一项水果。哎，虾米水果？我上爱食诶水果。虾米货呢？柠檬。啊，不会哭。搁一摆来，别。笑诶！鹏哥，哇，鹏哥，哎呦，大家拢一脸人啊！这关你的新的秋妹，收到时阵搁冷机机的呢。啊，冰冰啦，冰冻呀。对啦。哎，我那这个秋妹寄来要给我好高的，要给老师寄的啦。啊。哦，我寄一箱一大箱啊。一箱寄一箱啊。哎呀，一人啊嘞。对啊对啊。不是讲一闲娘嘞，好啊嘞，无数机坐啊嘞。哎，多半冰箱啊。啊个无个唔免。这只食到年底。年底。月底啊年底。你等下九月初娘嘞。吃到快退啦！叫啦，一天一粒安尼啦。啊哈哈！这捧果就是
水果当中我上爱食的就是苹果，苹果啊，第二项就是山啊，第三项呢？第三项木瓜，加金蕉。哎呦，老师你还吃哎哟，多喝数个呢。阿弥陀佛。他算那新名拢爱吃数个。我是安尼啦。你就是我懂得新名哦。好素个，那时候一个老婆婿讲：“张辉，我身体你搞顾较健康，我想要来给你做戏呢。我搞呀，我做戏，我唔心明啊，我你两个要来要做戏，你阿公安尼啊？你讲，伊讲迄落来，迄阵伊就是身体无好，骨头歹啊。啊，迄个手术了后无成功啊，结果医生拢看袂好啦。安尼啦，啊，但是我有哪甲讲，我讲吼。”淡薄啊时间啦，你要讲随好无法度啦，啊你爱有耐心啦，安尼啦，啊来是讲下去要来拜拜啊，我一个观念望望你，啊伊骨头好开啊，啊拢看着你讲张伟，感谢然后我安尼骨头你的骨头，医生看袂好哦，啊你今妈呢？要你更加健康起来啊！健康开啊！我想讲要该做一边啊戏，我你看，我都未心明要搞做戏。我唔是人，是啊！你敢不啊做戏人？哦，你在讲我？嘿，哪样？你无讲外花姐呀嘞？彭山外花姐呀嘞？哦哦。人伊本来诶关系吼，彭哥哦，你拜母娘诶哟。对哦。哥哥伊先拄着老师啊，去考录，考老师家。你讲老师较重要，母娘也无重要。好啦，没事啦。嘿。按先母娘先拜拜，母娘叫人家老师吃啊嘞啦，啊你买给等你吃啦，我一人够够吃呢。哦，有啊，够，好够，咱来讲着佛堂的风景。佛堂的风景，哎对，佛堂的风景，我今日要请人看一丛桂叶啊。一丛？我正徛在遮吼，就是伊的头啦。伊头桂叶有头？这身躯啦。好，我即马。接着刷围了后，你啊看，这阵过去啊，先上好不好？好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好不好？嗨，啊，这样先上，先几只？只菇，真假嘞？哦，只只菇嘛。哎，我们怪老师长跳点菇啊！哎，我跳了只菇啊，惊！啊，今日看这只只菇的，你看咱佛堂的这丛，这无雕的，该用啊盖大丛，嘿，无多人，无多迄落，伊就是要发咱的，你无多哩。真正啊！哦，你看这个菇头。哎，对，阿姑的辛苦，辛苦啊，你呐哈，阿姑不要死，阿多啊多，你姑弟的顶管，哎，对，哎，真多啊，好，因为哥哥不要死，讲长命百岁啊，等会修，等会修，吉祥的对啦，啊，所以哦，那你家姜花也好啦，哈，葡萄也好啦，啊，关键就冬天照明好气也好啦。弄好咱安尼身体健康，当会修。因为辛苦了，敢保庇。就像我一只菇安尼，当会修。哎，赞，很棒啊，你啦。是啦。啊，讲着姜花。呀。哈，老师你，咱做一老婆婿吼，拢卡同人问讲，要让咱好母娘请啊，办姜庆。无啦，迄个过去较早吼，咱是拢因为母娘是七月十八嘛。圣诞。啊，咱哩个姜庆是八月初四。农历。安尼前后多差半个月。对。啊，所以。我那七月十八办一遍，八月十四，八月初四搁办一遍，是咪咱来走两桌？对。所以我一向我无安尼做，我拢甲母娘请示，我讲吼，无咱福音含咱的恭庆做伙办安尼。啊嘛，请示过有过。嘿啦，啊所以当年拢是安尼啦，拢是恭庆加咱母娘的，哎，这个福音拢做伙办啦。但是。安尼，咱老婆婿免走两桌，免开香槟钱啊。啊，因为这回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，所以咱就无办到啦。啊，不群聚。哦，啊，无办到，家己老婆说讲，哎呦，啊，无办到，我是要安怎较好啦？啊，无啊，无啊，到重庆，这我未当无。一年才一摆，咱老头子一出咧。厝要食，要来食福宴，一个人500块，咱搞不啊，姜花嘛。哦。哦，姜花功德真大。哎，对。稍等下，我甲甲咱讲姜花。对咱有偌大的好处啊！所以咱即卖会当姜花个对哇？对啊！啊，是要安怎姜花呢？你若电话拍来吼，啊，甲留你地址、电话、姓名，哦，啊，一个人500块，对，
阿南小姐也寄单给你，然后来去 Seven 全家 OK 莱尔富就可以叫啊。你看咱母娘今天有特别水无？有啊，都一个要强火呢，迄母娘今天特别水了嘛？真正水起来啊嘞！哦，含咱一般咱平常时咧看，母娘也无同款。哎对，真正母娘啊，介显形的。靠，因为因到入厝嘛，咱到吼，咱母娘才要入厝嘛，所以欢喜个性感嘛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好，来谢谢啦哈。啊，所以今麦当卡吗？我今麦卡小姐，就会当甲你登记啊，真会当登记。你今麦可当卡这通电话个对哇？无唔对啦，无唔对。咱要强化老婆生咯，咱一边看这部，一边会当卡电话哦。是啦是啦，咱强化时间到后日拜年啊。绝对哦。对啦，咱搁着告车时年嘛。安尼较紧嘞呢。啊，今仔日你经当时啊，今仔二八啊嘛吼。二八兼日嘛困。哎呀，今仔二八啊，国历那个农历二八啊。对。啊，即马来阁剩五工，五工尔嘛。所以你即马个电话卡好通，我无派人去恁家甲恁收款哦。我有哪未拍电话，甲你鼓舞啦，未啦，恁无卡，我有哪未主动甲你卡电话，你放心。爱注意。咱会员同咧做代志，无互人困扰诶。一切随缘。弄一切随缘呢，大家发一个真正诶心诶。所以若卡电话来，大多数咱拢介侪人电话卡来，拢是真心真正咧为某啊奉献诶。今仔日都有人为水底了，咱的妈妈吼，人咧干因先生哦，为水底了，骑机车来吼，骑奥多水，骑奥多水来啊。哟，咱要来母牛强开啦，是啦，开心诶。啊，无几万呢？嘿，伊当咧诶，铁门外口，铁门外口，伊咧立钱咧。啊，嘛是个好。啊，你看我虔诚，真正啊。所以母牛绝对保庇因即家伙啊，囡仔大细平安健康大赚钱。哦。啊，来啦，把机车牵出来，机车，预备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再来一次。王莫禅，我老鬼，我袂鬼卡掉啊！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。二三四，看看大爱啊！一二三四，双手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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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手。一二三四，再一次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上手，一二三四，手里来拖出去，又搞不落去。我终于进到场内，老师。你我在跳高，我拢无困位，拢还没起来。我比你哦，较热呢，较用较重咱呢。我有一百斤，你无呢？我你有一百斤呐、啊？你哪有一百斤的呢？一零零，做咩个呢？对无？嗯，真正好啦，较正经个。我今日来讲哦，一个 news。我呢阿呆啊，甲阿腿啊，甲阿公啊。因三个好朋友啦，啊，伊唔是恁朋友吗？无啊，因大肉仔啦，个大肉仔呀。有啊，三个查甫人，你就知影，那做伙吼，啊，就开始分家规啊。啊，真正咧，查甫人拢安尼啦。查甫人嘛同款啦。袂啦，阮查甫人伫外地店话，拢袂分家规。得三个查甫人就变一个菜市啊。嗯。啊，查甫人。三个查甫人。当然啦，你啊，你靠好人哦。就拢唱功，拢讲好，上外面都外面。哈，有春一枝吹鸟啦。有啦有啦有啦，咱讲真正哦。阿呆就讲啊，唔是我咧分家规个啦。啊，一暝吼，我听好五拜啦。哎，放尿五拜。无啦，不是你啦。十六五拜就对啦。十六哪年啊？啊，求尿类安尼啦。嘛个求尿啊？改。炒饭落安尼啊？什么叫炒饭啊？爆米棒啊？什么叫爆米棒啊？搞混落安尼，塞袂起，讲几摆啊？
人大家听，敢你听无呢？真正啊，大家讲伊一暝当训五摆，好可怜、啊。对啊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潘看明，潘看明呢？嗯，那是你讲的。输人唔输阵，阮庄下人哦、喔，你讲的拢介乡土。啊无咧，哎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。嗯，乡民，啥？我听无、啊，我冇听过咧。嗯，乡民，老鸟的面的面呐、啊。哦。老鸟。老叫啊。老叫啊。老叫民呐。老叫民的。苏南苏丁苏丁。老叫民。今嘛戆啊了，一腿啊腿啊讲，大家你一暝五拜哦。嗯。我讲你听。我一暝有那六拜的啦，赢你一拜啦。啊，那有可能啦、啊。真啊，假啊，分家规。有啦。兄弟啊，就是大家离安尼嘛。分家规啊。即摆戆戆点点坐伫边啊，拢无讲话啊。啊，太唔讲啊。对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一趟的未抓，啊半趟的狂狂抓，就是安尼啦。即摆大家甲腿啊，讲戆戆戆啊。安那。大家讲伊一暝五拜。嗯安爱过啊，一暝六拜，赢伊一拜，赢大家一拜。你一暝几拜啊？哦，安尼啊，戆啊讲啊，讲你歹势啦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我袂甲你笑，嘿，我袂甲你笑啦。一拜啦，哈，一拜啦，安尼啦，一拜啦，有啦，哈，大家五拜呢，啊，我有六拜呢，啊，你才一拜尔。有。哎呀，那我多，啊，就一拜两，喝到天光啊！哎呦，真正啊，一拜啊，就喝到天光啊！真正都差鬼呢！我多啦，迄个袂当算拜，迄鸡肝哦，抽起来啪啪啪杀伊就落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迄嘛一拜。哦，老师，你够有研究着啊！有啦，啊，你若买啊五拜五个，你买啊买啊。打起你，无的，一路落来，一路水落来。哦，你算讲你会知看影片个算。真的啊！哎，我拄着迄个，我有那五个眼球。真正，迄卖迄输人输阵输阵，那个潘化明老鸟的面呐。好啦好啦，哎你关心老菩萨，看要紧老哎老菩萨咯。哎，骨头呐，甲你顾了健康起来，你是唔通阁像迄天讨的讲要来甲我做戏呢？啊，我唔是神明啊，我甲我做戏，你若讲要捧个请我倒影？对咩？咱张辉一箍银都无甲咱提落。嗯。啊，你若讲吼，啊，都健康起来啊，要请我食一粒我捧个，那当然咧无问题。对。哦。啊，然后有迄天讨的讲要来甲我做戏，我唔是啊，唔是要甲某啊做戏啊。有啦，啊，老师得当狂啊你啦。有啦，你落来讲我好。哦。哎，后尾我上个讲话讲，你若保庇好我吼，健康起来，好我健康开吼，我做脱离舞哦，你看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嘞，啊，真健康开啊，啊，这个我做。啊，今嘛脱离舞也无得请啊，哎呀，无得请，但是讲啊，无做袂使啊，啊，这个嘞，啊，伊在内面无请请两个头去，家己脱了无变咯，哎呦。一直拖著讲白讲，你万个疼啊！哦，你安拖著，我一头接袂落去。哦，当时的代志我也无看了啦，你电影看上济啊，老师。你讲阿娘喂，迄条拖著讲白啊，讲老婆婆啊，你以为手拢翘起啊？好啦好啦，讲笑啊讲笑啦，身体要顾，爱有方法。嘛是爱顾。咱老婆婆呢，咱迄个唔好乌白乱开。因为咱自少年安尼做安尼咧拼，啊，囡仔头髓济，啊，当安尼一直做啊，无咧顾，啊，身体拢无好啊，啊，欠啊，搁欠的，搁唔是介多，哦，唔争钱啦，唔争钱是我讲的迄个庄家人讲啊，欠的唔争少啦，啊，搁那乌白开安尼开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身体搁无健康。啊，骨头若真正有问题，嘛袂使无顾啊。因为你身体足艰苦的，啊！你要顾一个骨头，都要去开一个几万，去开一个偌济，安尼有个人甲我讲，张伟，你敢知影我这骨头开骨了十万呢？我你都空卡面靠我多。啊！你开完都爱开呢，唔是干安尼？啊！你开骨了十万，过来找我，就是无效啊。所以老婆婿，咱唔是开钱开济就好。老婆婿咯，
方法用了对哦，真正人讲草花几多会几多人啊。对。啊，那方法呢用了唔对哦，你个规拖拉机哦，你后果哦都无路用啦。哦，人讲熟悉的先啦，方法用了对。一个革命要对做代做代志是要有智慧的啦，唔是戆戆啊做的。哦，那不使其实，咱小等人较关心咱的骨头，因为离咱最近哦，事实讲，咱张飞甲阿母求。啊，求了后，哥有特别来关心。对。啊，真是老菩萨，讲讲哦，安尼算解会好。欸、真正免开计济。哎、哦欸，啊，算解会好，啊，就趁利用这个时阵，无你即马，那强健强健过，咱就无迄个机会，通个个往个遐尼正正正正轻便吼，啊，佮予咱会当会当甲骨头骨架解好。人讲熟悉的爱把握好时机。啊，严咪佫特别寒人啊嘞，迄骨头你即摆无好寒人个，愈严重愈酸疼。即阵咧割骨头上好割啦。嗯。你到寒人个较歹割。因为你较酸疼。哎，那寒人循环呢较歹，啊寒人哦，咱寒天咱骨头会硬较疼，会较慢好。咱利用这时间，赶紧把骨头割好。你我咱同齐来拍拼，把咱的健康赶紧把找回来，好唔好？好。来，超级功夫。你要来点火威的时阵哦，喵！会叫我公来呀，即摆该我猫公。健康树可以，树高伊真正公公伊真正怕我猫公，树个单点金会吹下巴会提竿砍成了呢。好，我老公，咦？驾平一连，驾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头前一个，后边一个较好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我老公二就是三年，两年三十三年，一开五年也无要紧啊。好，我老公们，谢谢。我老公，谢谢。我老公三，谢谢。金太久啊！啊，因为金亏不是我分家贵的，我这海经囡仔吼，有训练过诶。诶，自做囡仔金亏金到大汉呢，诶，叫水都无死啦。啊，主人可要有应诶。好啦，好啦，我来讲迄落超级笑话。阿呆啊，阿呆呀，干小弟啦。呀，安娜吗？有一天吼，阿呆啊读国中啦，按小弟读国小啦。即阿呆有一间吼，伫房间吼咧打 BB 弹呐。哦，五个咧扣一个就对了。哦哟，算。吓啦吓啦。卡成囡仔个对哇。啊，国中囡仔尔啦。哦哦。即摆因小弟吼。读国小诶。读国小诶，都好歹好歹，唔知影。都为房间过讲，哥哥你咧创啥？哇，弟弟看到哦。惨啊！哇，哥哥咧练中国功夫。哦，这叫中国功夫、啊。中国功夫，中国功夫，安尼就对了。各个在练中国功夫。哦，迄叫做中国功夫，中国功夫哦。对。哇，
拍手拍手，好棒好棒好棒棒。对啊，即马去咧读册，咧上体育课啦。啊，因咧体育老师吼，甲阿丹因小弟咧班讲，什么人会中国功夫的举手？安尼啦。哦，要杜王鹤。对啦，阿丹小弟讲，哎呦，我昨暝拄啊看到哥哥咧练中国功夫呢。哎呀。哦，安尼伊。我会，哇、哦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你会哟、哦！来来来、嗯，你上台表演中国功夫，我会哟，我会哟！哦，这边阿丹小弟也起来呀，裤都流落来嘞，哦，鬼棒啊，呼，你看，亚达，你老师弄个功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哥哥教我，嘿，你叫中国功夫，我正经正嘞，正经啊！我来讲一个正经的，哦，大家哦，失业解雇解雇啊，是啊，要几年套当的呀，对，好不容易找到头路哦，是哦，啊，找到头路了后呢，吼，做一工两个回家啦，有，拄着腿啊啦，腿啊讲，哎呦，大家你蛮好安呢，是哦，啊，你个找头路找遐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头路，对，啊，还做一工尔，啊，个不爱做啊，今年今年吃二四个头家，啊，个会当苦当个食买个嘞，大家个讲啊吼。啊！我个叫头家洗头路的啦，头家肯定洗头路。嘿呐、啊哦！啊！哎呦，你想让我洗头路啊？对啊，想哪样啊？啊！伊个头好买物件啊！嘿！啊！我问看你要数讲无啊？哦！啊！个叫头家洗头路啊呢？买物件买啊！问安尼个先咱个洗头，你头家嘛个无名名利呢？有啦！啊！你是什么公司咧上班呐、啊？什么店咧上班呐、啊？啊！是去买啥物？有啊！我个去买农药啊啦！啊！你洗头路应该啊！你拢要跟门口要输共无？你还有事哦？真正有影是。啊，阿呆甲阿花两个翁仔无，啊，带出去踅街啦。真好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即摆吼，因为阿呆介俭啦，啊，阿花伊做爱开钱啊，啊，因两行行行，都行到一间迄款咧卖木来食的店啦，迄花茶鹅的啦。哦哟。哦。啊，即摆阿花都。就入去内面咧敬啊咧，啊刺青咧，啊敬了你啊刺青啊，一定爱的咩？啊特别咩？啊即摆阿呆啊想，哦，人家来遮要搁开钱啊，啊这钱拢贵三三的啊。伊讲阿花，啊那那，哎呦，无买这个无彩钱，我好看无？你看麦，无彩钱，你看麦，我好看无？是啊，哪讲无彩钱？哦，伊讲啊你也无领啊，你也无咧买无领啊，买无咧只，你嘛就应该钱海富。哟，这个没有赚。我阿花是讲阿在咧店员里啊，有啦。当我当店员面头前讲，我无领过来买不来只。有啦。哎呀，真正是很重型的，因为那个阿呆老贵啊。讲安那，啊你唔是同款。我先啦。咱别人的搬家，你也出招，得个请来看你啦。红山文化节点播的歌《挑夫》，
水哟，一日复一日呀，走走又停停。跳出了多少情，呀，掏出了多少银。情义比山重呀，情义比水长。不怕那山险阻哟，不怕那路途悠悠。重担两肩挑呀，总会到底头。挑夫啦哈，嗯，打羊，那里，较早吼，阮做囡仔的时阵，阮有那拢有打，打打迄大水茶，那风台了啊是做大水了吼，啊，阮阿妈拢会带去阮东港的海墘吼，啊去捡迄大水茶，迄山顶捞落来，啊，我打细打，啊，阮阿妈拢打大打。啊，就拿鸡啊，鸡啊刀、叉刀，嗯，啊去啊遐泼，啊泼泼的吼，啊海波啊顶款遐顺刷，伊遐拍好打，哦啊甲劈咧，啊鸡蛋干甲去收啊咧，哦哎，因为你若有伫遐劈，拢无人会甲你收啦，因为别人嘛伫遐劈啦，啊随人会随人收啊咧，别讲开，大家拢那个规矩啦，哈，别去用偷收去，没啦。啊！以前的人，你讲开，拢装卡人嘛，大家拢干装卡人，迄拢袂去做的。迄毋是咱的，咱袂使收。对啊！哦啊，在阴草阴啊，哦，像迄一挂甘蔗叶啊，哈，有诶无诶？啊阴的草阴的阴的，啊，打较轻的我打啦，啊，较重的拢阿妈打。打当个兄会。嘿，要讲开哦，以前因为阮老爸因的兄弟姊妹十一个，哦，这个好生哦，我像地母，老师，你讲阿妈是地母的啦，较早人讲无咧节制啦，无咧节约啦，啊，有得生有得生有得生安尼嘛，这么简单嘞，嘿啦，阿要讲开是安尼，啊，介辛苦啊，就是安尼，唔单系，啊，你较早阮阿妈吼，嗯，等我捌代志啊，我唔是讲捌代，我大人啊啦。大人啊，我阿妈都有一天吼，因为阮遐原本大家拢种迄下厝啊、草厝啊，恁娘嘛，啊，即马人有一挂建商来咧起换厝啊，啊，起换厝，迄温啊吞吞的咧起换厝吼，啊，就迄拖拉机都拢会载物件，啊，到甲涂骹拢无平嘛，啊，就是有一天咧落大雨吼，啊，煞淹水，啊，迄涂骹无平，关节淹水吼，你看无啊？因为以前不是这点啊，家以前拢拆轮头，啊，规个水拢落结结，较知影迄有空无空。阮阿妈就是因为哦，安尼是讲自少年你坐路就目睭开开嘛，挺好行。像行走卡的。对啊，对，伊唔知影讲迄拖拉机到家已经拖卡关节卡嘛。哦，落迄混的机。吓啦，落一个安尼，安摔一个安尼，乖啊，都廿几死人啊。哦，未堪这死啊。诶，老人未堪未想。要讲开，我的遗憾啦，这是我的遗憾啦。如果若是要这个时阵呢，阮的阿妈来跋倒来摔掉，哦，来牙拐啊，咱绝对有办法，让阿妈唔免靠牙拐，伊就会当行咯。较紧恢复起来。啊，因为以前我还阁未晓啊，迄阵我甲一个一二十岁啊，我较会办，迄阵还阁唔捌半项的。阿妈即老弟的民国几年，就是几岁？伊民国一年出世的。爸一回呀！啊，对了，所以民国几年就是几回，所以哦，这是我的遗憾啦，哦。等我今麦有一辈功夫啊，阿妈无滴，所以我就奉庙之名要来过咱这老菩萨，把老菩萨当作家己的。老菩萨，我讲的是真话啦，哈！我这人，你看我这部就知影，我无咧讲假话，啊，我也无咧讲好听话啦。哦，我什么人都对就是对，唔对我没叫没就对啦。较侪话，我嘛照念。哦，这啊，都是做人的一个是非嘛，有是有非，有对甲唔对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是视病如亲，把咱有病痛的乡亲朋友、老菩萨当作亲人啦。在照顾。还叫做视病如亲呐，当作亲人安尼咧讲。哦，老菩萨，我唔是讲虚伪话，我未讲，你看我即个就知，我未讲迄个话人。所以哦，今仔张辉奉庙之名啊，都。要来顾老菩萨，
啊，我讲甲到做甲到。对。哦，啊，但是能力啊有限呐，我一个对症人，你别讲哦啊，安尼外都外介济哦，我无法度啦。哦，啊，我得尽力而为，尽力而为。今仔头一点钟，我哪同款来关心这个老菩萨的骨头的问题啊？因为咱讲属性哦，这个骨头哦，你即阵也无坚固，即卖来搁加两个月来，天气较冷落来吼，寒人啊咧，这个骨肉病吼，伊会搁愈加难啦，愈严重。那么每年搁加一回，哦、你看介济人本地是拜拜。即马过一年，你甲看也乖啊！啊来，伊即马无好吼，佮过一年坐轮椅。你无过个时。即马吼，佮无好，佮过一年，我还要找无人，对不对？倒伫眠床，袂落眠床个。老无山，方法用了唔对，第一个人六三两就，就要讲个尊严都拢全无啊！啊，你钱佮开也佮无好。啊，你免烦恼。嗯。骨头个吼，唔是长歪咧崩鸡骨，除了注意啊啦，啊若无个意向啦吼，你给我淡薄仔时间啦。因为咱的骨头哦，你讲要三工两工，都不会白天正地，迄种骗人的。不可能。咱这拢几岁啊，老婆生？咱自少年开骨头开，你敢无无到今嘛拢无咧甲顾？等咱咧艰苦安尼听，迄经拢已经太严重啊，已经是拖介久啊。哦，所以咱爱用淡薄时间倒下顾，安才会完全啦、啊。啊，你又袂讲像医生开予你的，你听因只因止疼，发炎因消炎。人讲话，迄治标无治本啦。啊，是食类固醇。哎呐，啊，食美国仙丹的啦吼，遐拢唔对。治标无治本。今仔张惠妹甲咱老婆说骨头过好，你甲想，较早曾经有一对翁仔某，拢七十外岁啊。有年纪啊。啊，因翁卡电话互我。嗯。一开始伊卡互我时，我阁唔捌伊啦。伊甲我讲，张伟，我想讲要来庙里找你呢。为什么？哦，阮太太骨头的问题，想要请教你。我讲啊，你都直接甲我讲就好啊。你看，就安尼七两遍，安尼盘山过岭，安走来到这要创啊？伊讲无啦，阮某一定讲要见你的面安尼。要你看一下。我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，就来啊！来时你庙的头前呀，伊讲。唔过恁的门楼哦，迄有楼梯坎，我某无多爬呢。我哈，你某有遮严重哦。好啦好啦，无你位后壁门。无障碍空间。我来开后壁一电动门，开车就直接当开入来嘛。嗯，唔免爬楼梯。开入来时阵哦，因太太坐伫车顶，无在调通个落车，无在调呢。坐伫后座。系啦，头门夹落，迄个较早迄用手夹的啦。夹啦，我徛伫个车边啊，还没开工。我顺续甲了解讲，啊，你骨头是安怎？安尼就对。伊个大腿骨轮哦，退化，脚腕也退化，骨专门性诶。啊，医生哦，讲哦，啊，你是要先开脚腕，是要先开大腿骨啦？啊，你开完才该开遐。啊，医生讲我七十外岁啊，啊才开了，搁换开啊，啊，唔得搁活遐久无咧？身体会扛住啦。对不对？伊就是安尼咧烦恼啊。尾仔伊走来找我讲，张伟，安尼变安怎较好？我嘛是足中肯的，甲因讲，如果那是非开刀不可，也是得要开刀比较较紧啦，较紧好啦。哦，啊你若是讲啊，你身体无好，袂堪要开，啊是你无想要开，那么咱就有观念方法互你。对，你若要含开刀避开，当然袂赢开刀啦。不过开刀有风险啦，当然哦，用咱的方法无风险啦，哦是安尼尔啦，就免食刀啊嘛。开咧你呐有好势就好势，开咧若无好势，一世人你轮椅坐一世人。哦，你看，陈李佩青哦，我的月亮也无，敢那开一个脚枕头坐轮椅坐三四十档啊。哦，等免哪讲，所以伊尾也听我的建议啦，讲好，我用你的观念方法。无开刀？无开刀呢？伊大腿骨两架脚腕。医生拢讲咧爱开啊呢，结果的时候，我讲你两个月时间给我，安尼啦，差不多二十天尔啦，二十天尔，因翁搁载伊来啊。来的时候我还没人咧开讲哦，伊举一支雨伞吼，做拐啊就通落来安尼。会晓落车。二十天前来的时阵，无倒落车，无再落车，用我的观念方法经过二十天，伊拿雨伞做拐仔就落车。对。
当爷爷好济啊！哎，我爷爷好济，哎了，讲伊要去拜拜，啊，就安尼拿去，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来。即马佫经过，较无一月日的时间呐，伊佫来啦。同款用我的观念方法呢，嘛是开后尾门口入来。啊，我那开后尾门口入来，真侪开入来吼，我阿娘咧开讲哦，我一个新娘，惨啊！你莫是伫推，无看人啊，车顶也找无人。哎，啊，门无摇山呢。康新人就例如说，伊讲吼，恁只风景介水，伊讲走去看风景了，对。有啦，无留下嘛，找无啦。吼，真正全部找无人。安尼带头到尾安尼，无加两个月时间。为无多落车。嘿哦。到会当行路。无加两个月时间。足认真啊，过。吼，哎，咱讲真嘞，伊真正是足认真过。伊讲哦，我剩一摆机会，像你讲的，一摆若无好，可能我这世人袂好啊。对。啊，你会有啊？对不？骨头退化拢全面性诶。啊，搁你遐酸抽疼，诶，足艰苦，三更半暝疼，还袂睏着呢。哦，对不对？无让睏，无让眠，你听。足侪人因为你会有啊，咱诶软骨拢无酸了去啦，用过度啊，吓啦吓啦。啊，所以夹着个疼。对啦。好啦，我今仔搁共款啦，吼老板。那你要安怎办？咱那个风湿症听注意听啦哈。天气变化个非常好听了了啊。风湿症诶，关节炎诶，酸骨轮诶，疼骨折诶。腰酸背痛的，脚床头生骨刺，抽咧到脚后肚的，倒伫眠床脚出袂得，翻身都有困难，落眠床脚无长大，去到诊所无长骨，硬骨嘞，发救人讲爬袂开，面都面筋手都夹袂开，洗嘴也无法度，脚汤丸搓到嘴搓到无半滴，都免食，那无啥咯，安尼你要安怎过生活？阿妹，你要安怎？哎呀，安尼要安怎样？爱顾。张伟今仔日吼。要讲开，含咱大家拢有缘啊！你若无代无志，真来看我节目哩，我讲啊，你著出运啊！对，真正出运啊，就对了。哦，掌握一个观念方法咯哩。咱甲骨头顾好，但是我是名品的，掌握唔是神，我唔是仙，我未飞天，我也未种地。哦，啊，都甲你顾一个像即个歹天，未像鸡咧毒酒安胃安肿，安抽到三更半暝未困醒。哦，啊，顾一个手举的悬，脚举的浮。雨顶下的街，厝边倒会当去行耍，过一日出门唔免野乖啊，安就好啊。过头过面啊！那讲哦，个个低头起来要过来做工，运动定要过走几十年，你就去找别人，咱张飞无这样搞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啦哦，来，我牛猪皮来讲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，再会来做骨头。COVID-19 疫情爆发超过500天，国外疫情持续蔓延，全球累计超过1.4亿确诊案例。为阻止疫情扩散，全球目标一致，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及家人。你我都是防疫的一份子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为防疫把关。主动防疫，接种疫苗就是现在。乡亲好朋友啦，无错。赶紧哦！今仔日吼要公开吼，无牛是真自卑啦。啊，咱二姐拄啊结到一个好姻，老婆嫂讲你出运啊。你即马来吼，要上山落海，往东往西起起落落，唔免人甲你呼呼叉叉。咱家己来。来看一下啊，即款。来。惠安洞的吼，惠安洞的吼，咱的牛肉上面750下。顾永啊，好个，谢谢。已经欠二十年啊，二十二年啊。这我敢报告哈。好。这一组安尼吼，一组3万，安尼2500块卖22担啊，拢无起价。较早22担前，你有2500块，你无一定买伊会到，因为欠费，欠费啦，拢欠费啦。对，今仔买有买的人啦吼，锁定。我有恁阿母的价钱，我有甲阿母宝贝讲，有买的人，我即款买含伊过瘾，互伊出门唔免靠牙关啊。在时啊，饮一杯就好啊。醉耶！哦，这罐啊加落。葡萄糖啊你。哦，好冇。你妹妹老师上好咧。来啦！
啊，咱呢，今哦，这静心做老婆三洗平安，这地来看一个，来笑一个。来，这顶管路，顶管路拍三字回安东的来较近的，无要紧。过来，过来吼，看到吼，哦，三字回安东的哦，这阿婆甲咱加持的哈，好，赞赞赞，有这地你拢免受惊。有这地真正大声音啊，拢免受惊。暗时啊，继续好困嘞。来，啊，我来讲老婆三。好，我知影恁无咧谈啊。啊，袂安怎啊？无，搁袂使无。爱靠老人年金啊。啊，这罐吃我的，我搁给你加持一下。电话卡通老师说你的生意这罐。这罐要加落，安尼，我你开2500块。四加一哦，五罐呀。一罐水的，啊，四罐咱的固固用。安尼2500块。啊，因为今仔新朋友介济啦。老师。啊，新朋友哦，老新朋友来讲，我即马无啊，让你去乌白乱开开几万多几万免。咱一个个要掉。2500，让你出门唔免靠牙关啊。掉。这广告搁给你加落去，刷电电话卡号通搁给上面关，安尼啦，老婆婿咯，转播看会到诶，转播哦，你为第一代到转到落尾代到转到转来，哪有人安尼卖你2500，你总起来卖我25000？无可能这俗个呀！我老婆婿，我讲你真正出运啊！啊，咱张辉现当即拍电话。我一块钱都无甲你提落。老师怎样在做善事？我这讲善事，我无遐伟大啦，但是帮助老婆婿，和老婆婿健康，这无问题啦。老婆婿减开课当够健康。今仔30桌就好啊。30桌来个无问题啊。好。个阿妈坐了无啊？好。30桌来个无啊？30桌呢？今仔只30桌，妈坐了无啊？30桌完了，个剩安尼了。安尼嘛正常啦。安尼该收的哦。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。什么人要做第一位？哪个？你好，阿辉啊！我阿辉啊，对啦，你好。我买呀。顾顾阳哦。咱住伫倒位？我从今老龟。哦，老婆婿，你出运啊你！来一算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老老婆婿真正有出运啊！这是今年度母牛圣诞，叫我记得优待优待的无啊？哎，赶紧啊！哦，就会个爱等明年，叫我记得优待呀。来，你好啊。来。咱倒位。好，好，我来计算，母牛给你保庇，谢谢啊！第三位来，你好。哎，我上午叫车，拢叫，拢也无。阿伯过来，哎，无要紧啊。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嗨，你好。我要过羊一罐。咱到底到位？我台北。哎，四双玻璃，我给你保证啊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啊。哎，你好。哟。我叫起来调酒。调酒啦，五双玻璃，我给你保证。咱身体健康，吃饱你啊。咱长久的，哎，马仔较受会着。叫啦。因为今仔较夹出嚟嘛。嘿呐。哦，啊，今仔叫的爱后日较收会到啊。哦，后日啦。哦，爱今仔叫的爱到半夜啦啦。有。来，空不空空空10500。等我继续卡通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嗨，你好，咱到位。新北市。新北市啦吼，来一双保龄给你保平。阿伯，你错啦。30桌尔啦，来你好。喂。嗨，你好。因为我妹妹错。咱到你到位。来吧，来一双保养，给你保保，身体健康，吃百里来你哦。用少借钱，给咱往大健康。来你哦，嘿。台中，台中哦，保养猪鼻，给你保鼻啊，身体健康，吃百里三双，谢谢。那三双要哪只啊？我跟你讲，早时啊吼，爱未食饭的时阵，加啉一杯啊，再一杯啊。水的。啉一杯，你要直接加啉，嘛是要加拿烧茶，你嘛无要紧。好。啊，早暗食饭饱。咱会再食两粒，夜晚食两粒，足简单嘞。安尼尔啦，安尼你个足满意呀。安怎吼？比你咧开个几啊万块，还佫较有满意。老婆仔，你唔免去开几落，你着即个2500变咧25000，变咧25000，你佫较赞啦。还佫较有交代。你拢唔免烦恼啦哈。来，我再一次。最好3分钟了。来，佫3分钟了啊。来，佮无优待呀。0800000500，今日马仔就无好啊。对，你即马较快。今仔日就佫剩3分钟尔。我这个日子呢，关键我电话起来卡，这通电话若有卡，若无删你就出运啊！真正哦，咱唔免搁离啊乌白乱开，咱要上山落去，往东公司起落去，就免人甲你胡查查。那个自由自在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是台中啦。台中吼，来一双保龄给你保保，谢谢啊！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哟。喂，我头昏。头昏啦吼，你唔要买贵吼。买嘿。哦，安尼，姑姑用来一双保龄给你保平啊，身体健康，吃饱哩。老婆婆，咱过去较早少年有咧做，无咧顾。做过头。即马得爱赶紧顾，啊，要顾爱有方法啊。伫遮。张辉，甲你顾好你健康。对。唔免让你开足济。哦，来你好啊，我一箍钱都不该得咧。来你好，嘿。你好，来请讲，请讲，请讲啊。喂。听伊个怪啦，一上来谢谢。愈早食愈早健康。
你唔得爱听电话，你要看电视啦。天哪，我来滴讲。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好，老师，我准备。姑姑来给你双胞，你来帮我说声啊。来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哪位？我叫依兰。依兰。三双胞，你给你保护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，你好。我要台中，来台中四双母牛猪皮，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吃饱你，来你好，好未？哎，哎，姑姑娘，来母双母牛，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啊，来你好，哎，你叫张辉啊，哎，我是你好，好，那无啥咯，你姑姑娘啊，那无啥，你要健康啊，对。你相信张辉一摆哦，你健康一世人来，你双来试试，没好你失望的呀，来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哪位？姑姑要给他介绍。我来三双宝牛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吃饱你，你好。喂，我要一道姑姑用。哪里？哪位？红双，红双，啊，红双来四双宝牛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，你好。喂，好，我喂，姑姑用。哪里？哪位啊？台中，台中哦，来一双台中来宝牛给你保庇啊，谢谢啊。要加一位健康啊。来，你好啊。喂，赶紧哦，剩最后一分钟了，哪里有？我新北市。来，计算新北市，我娘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，哪里有？老师给你讲真好话。哪里有？姑姑呀。来，五双保娘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啊。哪里有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来三双保娘给你保庇啊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你啊，哪里有？你先到，我先快点。喂。嗨。喂。有人接无？喂哦，好嘞，四双四双，谢谢啊！你可没有掉。刚才和刚才你给我出声，我得要改挂掉下来了。哎，嗨，哎你好，哎咱到位。Hello， 台中。来，四双保牛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得吃饱你，来哟。喂，喂喂，姑姑杨，咱到里到位。嘿，到里到位。我不知道。多少？你大腿。来，一双一双，国庆啦，国庆啦。国庆诶，南岛国庆。是啊，保牛改保庇啊，来哟。来哟。喂，嗨，喂哦，来三双三双，谢谢啊。哎呦，我来分吹啦。老婆仔，你继续卡。啊，恁继续拍电话，拍有通拢总准算。赶快买五罐哦，五罐，姑姑用加一罐水，安尼2500块。这阿婆吹过倒头面啦。真正老师要照顾老婆仔的身体啊。啊，老婆仔，我来分吹吼。啊，继续卡。啊，有买有刷啦，你都今仔日若无买，明仔就要回我关机啊啦。好，个春生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喂，哎。Hello， 姑姑杨，来计算，来计算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嗨，喂哦，嗨，来一双一双，来一双一双。老婆仔，恁电话继续卡。有。啊，一边听老师在分吹，啊，一边卡电话。怎好？怎好？是咱台北的红椒仔啊，点一首《惜别的海花》哦。来，音乐好听。老婆仔，到底来欣赏《惜别的海花》。
咱用人得要信任，啊，要用人得要相信你，啊，那疑人就不用啦。你若怀疑这个人，咱就卖用伊；啊，你若是要用伊，就卖怀疑。交朋友也同款啦，不管是朋友、同事啦，好，大家拢爱互相相信任啦。啊，至于别人要做，要互咱未信任，那是个人的代志。哦，个人做要就个人去担嘛，一定原因的嘛。是啊，是啊。较早吼，一个新书啦，啊，伊就伫个火车顶，啊，伊手巾啊，煞叫胖紧啦。哦，伊个手巾啊，哎，迄个新书的手巾啊，手巾啊，煞叫胖紧。有。啊，胖紧伊就硬咧乱讲哦，一个边啊吼，一个人甲退呀，对啦。边有人客嘛？对啊，伊讲。啊，这边也无人敢那你呢啊！我手机那碰见就是你高铁呀。啊啊，敢无哈？就是对着安尼哦，边啊这个人，伊不管安怎辩解，都唔是我家己客。这个新书，伊安怎都未甲相信了的。啊，都唔是我客。并且佮差点啊，两个还冇弯起来。哦。可是过一日啊吼，啊这个新书哦，伊所里落地啊，向转入出来啊！伊手巾啊，地落地啊！哦，家己真耶！伊是伊就作歹势，家迄个隔壁这个人讲啊，是嘞是嘞，歹势啊！我误会你啊啦！系啦，唔是你搞我客的啦！啊，当然这个人来接受伊的抱歉嘛，哦、并且佮作冷静佮回答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好，无要紧啦哈！拄只吼，我家己哦，当成的一位新书，啊，你搞我当作是一个贼啊，看来。咱拢总唔对呀！我唔是贼啦，你搞动作贼啦！我该啊，你唔是新书，我该动作新书哩。所以看你教我咱拢唔对。看走眼了啦！所以这是一个故事，我就要甲咱讲，唔通对别人呢产生怀疑啦。那么说，因为伊会乎你周边的人变成拢总全部拢歹人啊。因为咱这个心哦，对不？所以甲人伫咧做伙，甲人咧相处。应该保持着足真诚的一个情感里啊，不管是大家新妇也好，啊，这个亲戚厝边隔壁啊，亲戚五十也好，哦，同事朋友也好，咱拢一定爱哦保持着种真诚的一个情感。咱对人唔好有迄种疑心啦。啊，你若讲你对这个人伊的所作所为你无认同，你会使唔免含伊做朋友。你无必要含伊做朋友，卡过来怀疑呀、啊。有道理。哦，咁是安尼。啊，你嘛介忝咧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含伊做朋友，天你一提防嘛，介嘛介麻烦啦。有。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倒不如安尼过，唔是介要像我拢无朋友。我唔怀疑啦。我唔要，我拢怀疑。我嘛不用怀疑，我嘛不爱讲怀疑。有啦。我系无朋友，是因为吼，我系朋友白差啦。啊，即卖现代人，讲白差的人介济咧。哦，也是可能。我这世人上讨厌哦，对，讨厌迄讲白贼的人。对，真奇怪呢，看哦。啊，伊个有圆谎哦。哎呐，哎，讲一个白贼，讲十个白贼来暗看嘛。啊，讲十个了，啊，愈讲愈多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人个白贼。所以啊，嘴开就白贼啦，嘴开就白贼啦。习惯了啦。哎呀，变哪里去啊？迄个贼性难改啊。真是啊，做人莫安。嘿呐。高明率了，啊，就有就有，啊，无就无，啊 ，A 就 A， 啊，买就买，有甚物通好伫遐白吃啦，啊，那无啥啦。哎，嘛计忝。今仔日正少食，恁嘛靠家己个钱去买来，看下个拢哦，咱别人食介好，我食介歹，啥物叫好，啥物叫歹？啊，要食饱好啊。对啊，咱食咱该食的，讲咱该讲，做咱该做的，安尼有甚物唔对？介好。我今仔日虽然食一个便当。一个五十六十块，这我跟你谈的呢。嗯哼。哦，啊，恁去遐山顶那边一摊开要一两万，这跟恁讲签销的呢，啊，无跟恁老爸客的呢，都无同款。老婆生，我讲对不对？对。哎呐，有的你跟，你若跟你有在钓，有你跟你食较好的，啊，无多虾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这人就是，你若刚开你就刚好虾，啊，有诶唔是啊，有诶你未担输赢哩，哦。开咧，即马等下找是大人讨，讨无钱，佫娇，佫酸，后尾就甲是大人拍猫死的呢。啊，闹诶！台中就安那，台中迄阿孙呢哦，因呢，毋知是阿公啊阿妈，甲阿孙呢顾甲大汉哦。啊，即、這個、
这个不是阿公阿嬷啦，我看阿袂记咧。伊有三百几万的生客，这个阿孙呢，干了了了了呢，伊就干因这个阿唔是阿公阿嬷，干海有死了，干了了了了呢。新闻当报呢啊？没啦，即阵看新闻，个报哎是旧的新闻啊，真的判刑啊，系啦，即阵判刑类啊，像这要求啊贵，这个死无人口啊，这唔去，这天天颠倒病啊，死个该等一边用的天，这个温泉较大天，这个阿公阿妈该你饲大汉呢，你对阿公阿妈揢无钱，还是讲孝顺，伊有一寡西客，专家还好死，你个是人嘛，你比精神较不如呢，真正呢，所以人啊呢，那无算。咱吼是来要讲个，解唔得啦！安尼做牛做马，安尼吹风拍日，雷风震应，安尼轻轻欠欠，无怨无悔，欠长内多。咱为着啥？那么为着这囝儿是说，大家当平安健康大汉，对不对？当大汉。哎呀，结果大汉起来变安尼，要求我过唔听话啦，不好啦。这真有影实在哦，迄个知影死人，个定定死啊！就是唔知影，人家戆戆啊，饲大汉嘞。即阵哦，那伫电视机头前哦，即少年陪朋友，你老听张飞伫遮咧念哦。我讲龙珠回头金不换啊！迄个人哦，即人咧做天拢咧敢看啦。哦，啊无影讲哦，你做拢无人知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啦。无啦，啊能看到老胖。对啊。对是大人老五亿个，啊无别人骗，赶紧嘞，等于家是大人回一个，爸啊母啊阿公啊阿妈，较早我都较唔捌代志，即马张飞讲了我听有啊，会晓想啊，我后摆我哦会好啊友好人啦，就安尼讲，相信恁阿公阿妈、恁爸爸妈妈听到你安尼哦，一个做牛做马，一个做死就甘愿，继续做，系啊，你若要做死就甘愿，我都继续做啊，真正诶。哎呀，啊，有诶，阿嬷是安尼呢，因咧孙咧煮面吼，安尼咧煎牛排吼，哦，阿家叔，哦，安尼外热闹呢，哦，真诶呀，啊，听我讲，世界我真奇呢，哈哈哈，阿嬷做欢喜呢，我当然哦，大汉人诶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点歌啦点歌啦，搞诶，四分啊，搁你咧大汉，哎，是老师讲诶呢。你若卖这么硬，这么硬哦，我也袂一直讲嘞。啊，我咧讲就一直刷落去哦。好，都吓怕嘞，老师。你唔得爱搞我。哦，我听你讲啊，我听个都吓怕嘞。唔是吓怕啦。啊，无嘞。怕啥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差侪着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一通电话讲三句。对，三句。我到底我什么人？我听什么歌啊？简单扼要明了。啊，没要猜啊。点歌时间。来，起来。我最手脚小最疼的。哦，起来啊！老板，老师。龙哥，龙哥，来，赶紧来，起来，莫要猜，一年刚要猜几句诶，看要猜两瓶，猜好瓶，猜顶瓶，猜下瓶，猜好贵诶，猜无正个抢桥诶啦。你别让家己笑哦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啊，来你哦，宝贝。哎，你好啊。啊，你哦。男人情，女人心。咱住倒位？台中靠山。哦，好，我拜一轮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拜拜。来了，我等下你好，我通的有啊，我要听迄个徐富凯的《彼时》啊，什么歌？彼时啊，几时哦？哎，哦，几时哦？哈，几时啊？哈，我拜你。徐富凯，嘿，好好好，你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了，哎，安娜，哎，我要听那个《暖暖森林站》。乱乱刷轮站啦，吼，咱住伫倒位？我住白沙。白沙吼，安娜称呼你？啊，那请我贵姓啊？哦，我姓张。张哦，好好。张秀山。哦，张小姐，我来拜三好哈。啊，好好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来了。喂。喂哦。哎，平东姐啊，好。平东姐啊。哟。我爱讲一条王爱。王爱哦。嘿。好，拜四好呀哈。好好。好好，八分好，拜拜。来了。喂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来请讲。我唱歌，咱倒位？我是KO啦吼。哎，啊那称呼啊？哎，我贵姓？哎，天星啊。你姓啥？哎呀，老哎。你姓啥？还阁想一波？啊。你姓啥？还阁想一波？你出去敢知影路当阁转来？你放了会晓拖拉链未？
哎呀，真哦，就真是啊！啊，要听什么歌啊？哎呀，男性的学潮啊！男性的学潮，好，我拜我好啊，好好好，拜拜拜。嘿，喂，要帮你，不要拖拉你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咱到位。英空。英空啦，吼。对。啊，贵姓啊？姓啥？明。明啦，啊，要听什么歌啊？公。十八阿你什么？叶佩啦，讲一百句我爱你呀！哦，我拜拜哪个啊？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哎，你好，客欢，客欢我哎，拜七楼呀，好，拜拜拜拜，来你好，张老师阿英你好，我过年时候都要要点六斤的一些，长不你娘，那长大不你娘。去去民宿徛三分钟，去，好，再见。来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张老师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点一条，我刷门时棍。刷门时棍，我摆八号哈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做来个大 K。大 K 哦。哎、欸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贵姓啊？贵姓啊？好、哦，再见再见。这条不摆哟。哦，潘姓啊，这条不摆啊，来，你好。喂。哟。张伟张姨，我给你点一首歌。来，什么歌曲？点，一，两，三，好，再见。你要讲，来点啥？啊，不想好，啊，起来个你点点啊，有诶像这点说明书，讲问看你带一堆啊，唔讲。有啊。啊，唔讲话啦，电话是讲知影倒一个晚几点诶？嘿呢？对不对？你唔能讲啊，我先生我拉电话啊，这个大客无人点诶。啊，够足简单，我带对，我听什么讲，我什么人。啊，问看你先生啊，唔讲啊，唔讲我啦，拉着我这唔能倒一个晚几点诶？安尼哦。有啦，啊，唔少人点无安尼咧。够无啦。够无，够有够三条未哟。哦，安尼啦。嗯。十条歌点未么？够三条啊。啊，搁你遐猜啊？有啦。啊，无猜，你有民主你遐济哦，你袂感觉更少呢？真正。是咱啦，是。我是。哦，我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是咱啦，那好人叫美丁呀。三条歌，啊，搁你遐猜叫。有啦。啊，起来，我来叫者。我要。我要。啊，张师傅啊。那你好，你好。张师傅。呀，要点一首歌了，《小城故事》啊。好好，住哪里？啊，台北万华，哦好，我排红雕啦，哦好，排八，冇你个都爱挂设备的海华店面啊，哦，我听到啊，哦，阿去变数调三分钟，本来就好听，哦再见，你的挂拉掉，你今天袂使点，来你个马仔个点，来你哦，是啊，哦，混啊，哎，我听一条奥斯亚安慰，哦，奥斯亚安慰你，嘿，我排八号啊。谢谢，拜拜拜拜，谢谢。哦，老师，你哪节满线嘞？来，你好，哎，来，张伟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咱到位。哎，我住台客哦，我陈大哥，哦，我今朝要送你十斤啦。啊，你是对啦，我排九号的啦。对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难得我打电话呢。哦，来，你好。喂哦，喂，张老师。哦，玉梅姐。嘿，玉梅姐。有有。真是的。在半夜成王爷，哦，咱成王爷无爷啊哈！在半夜成王，啊那成王爷都爱去看比赛。对啦，在半夜成王对啦。在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嘛讲在半夜娘妈做嘞，我也找无看。真正啊！哎呦，我欣赏大客那位陈大哥呢。这阮家老婆实就是安尼。讲一个水真讲一个。哦，所以讲虽会晓呢，你甲看嘛，也真正受人尊重的啦。这就是老婆生的可爱所在。真正啊，这首歌曲哦，好你妈的爱惜的是咱。当然哦，当然哦。台北的人呢，哎，老婆生点袂歌曲，当然这首歌曲呢，有介侪人拢爱听哦。巧合阿妹，可以了。乱你。好，来，应该会当好听，好你妈的爱惜的。Thank you.
吼，就要过中秋啊。啊，若中秋在到的时阵哦，咱开始个拢会食月饼啊，啊无就是咸肉。但是哦，有一挂人咧，伊拢啥物货拢唔敢食啊。啊，伊个老伯山，你讲食一个，身体个袂堪食啊。老伯山讲熟悉啦吼。当一个人身体呐有叮当有各样，咱的生活的品质就变歹呀。哦，生活品质都无好啊！你咧受到真济限制。束缚。哦，有个人讲啊，啥物袂当食，啥物袂当食，哎，袂当食，哎，袂当食。啊，咱生这个嘴遐袂当食，袂当食。少年的时阵唔敢食。无通食。食老啊，有钱啊，袂当食。靠腰，做人要怎啊？哦。啊，那无啥。你有感觉安尼介无公平吗？无啥物意义。啊，那是讲这个食吼，有影事实讲啊。啊，咱爱本身爱有节制啦，对，病从口入啦，食出来耶。老祖先拢敢讲嘛，咱的病是食出来嘛。哦，啊，有个人就唔知讲啊，食什么会破病，食什么未破病，伊唔知嘛。嗯。因为每人的身体，每人的诶，这体质，每人的病情，每人的诶，种种拢不同款。有个人人个吃烧酒，啊，他啉都无要紧。有个人啉无几工，就叫，哦，就叫关了，叫停呀。体质都无同款，有人啉几年汤天，人肝也袂安怎样，啊，有诶啉无偌久，人肝顶去啊。哦，做这就是体质嘛。体质。所以老婆仔，咱人袂当肝无所败。今仔公仔咧讲，我要关心诶就是啥，你知吗？啥物货？我正常该烦恼诶，就是遮近目前有糖尿病诶人啊。老婆仔，我真正足烦恼诶。一定有人讲，老婆啊。糖尿病那有甚物困？那有甚物通好烦恼？啊，着医生看，药啊起来吃，降血糖的起来吃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搁有健保。那嘿，啊，搁有健保，看有甚物通好烦恼？在开钱。讲拢讲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安尼这叫做风凉话啦。那无啥。敢唔是吗？当然是一定爱看医生吃药啊。我咧担心的唔是你无看医生无吃药，唔是安尼，是担心的是你看医生吃药，你的血糖搁降袂落来。这种人做危险的呢？哦，糖尿病，做侪啦，再危险。那无啥咯，你即阵若看医生，佮讲袂落啊。啊，医生若是开药互你食，啊，你有降落来，安尼我讲爱甲你恭喜。好对。你着做安倒啊。好。你莫佮嚣卡称啊。莫佮后壁边啊。莫后壁边啊。好。哦，咱医生开安尼药你食，啊，你血糖有稳定着，哦，安尼你着做安倒。过正常生活。你也唔正常人同款啊。因为你控制也对，阮无糖尿病，你有糖尿病，你是加食迄个降血糖尔，啊，你就莫同款啦。即摆我担心的是，因为咱真济人都糖尿病，医生开药你食，你血糖阁降袂落来，那无啥，你敢知你是足危险的呢？有啥物款的危险吗？你得赶紧看医，阁换一个医生，无你甲医生讲，你甲我换一个药啊。你甲医生讲啊，是安怎降袂落，无你看要安怎甲我改药啊。啊，无咱讲真正，你血糖呐，连悬连低，连悬连低哦。袂定着。你毋知影问题，因为你有糖尿病人，你会有三高啦。高血压。你会有高血压啦，啊高血糖啦，啊高血脂啦，血油伤悬啦。所以有糖尿病人，伊会一定会有肝包炎。有糖尿病人，伊有高血压，伊有高血压。有糖尿病人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内面浸糖水。老伯山，血管内面浸糖水，这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。啊，辛苦啊！对啊，迄足恐怖代志呢？你要讲糖尿病人目睭就歹呀。哎，歹伊无看伊。啊，心脏也无好啊。心包油会疼伊。啊，肝包油啊。肝包油会歹伊。啊，脚尾手尾麻。啊，有诶破坑未好啊。脚破坑未好啊。骨脚。老伯山，安尼变哪规定啊？啊，腰子嘛会歹。啊，腰子歹。真的洗药剂的三个其中一个糖尿病，安尼你袂烦恼吗？所以是规身躯的疾病哦。你呢？你的糖尿病呐，控制无好势，真正会倒离安尼嘛？你望看看呢？安尼你个够走袂离呀？你望动作起啊？你吹冷气呢？嘿，你食饱了，干那等洗药剂尔呢？人去落了，得糖尿病在你衰啊！那讲真正，衰是我讲个那真个咯，在你衰小啊，唔那得糖尿病，阿哥来去洗药剂，阿就去落了啊。那我再讲啊。我有一个换贴的妈妈，81岁啊！我领导出去40吨啊！你也看到迄老人哦，出门个洗包啊头，
一支头毛都无硬啊，抹油啊，往个沙西路啊，热干金当当，啊穿迄个旗袍，啊穿平底包啊，啊行着咱摇的摇的摇的，八十几岁啊，你看袂出，一出门佫兼有抹面油，你看袂出你有糖尿病。伊糖尿病在哪个带四十外担，但是你看袂出你有糖尿病，为虾米？伊会要顾。啊，若袂要顾的人哦，糖尿病啊，带他五担目睭会青明啊。关了关了，得包油啊，心脏在咧出问题啊，下手在咧麻，有诶无一大堆啦。胃辛苦拢毛病。哦，啊毛病一大堆啊啦。哦，对不对？这拢免我讲诶嘛。啊，重点伫倒位，咱莫出，要目睭疼、大麻麻、喙齿疼、大下还目啊肚，迄个个巴肚疼、大肚胀，毋是安尼？啊，无咧。你诶源头就是你诶血糖嘛。哦，中源头。你诶中源头嘛，你着糖尿病。你要安怎甲控制好你的血糖，好定掉嘛？安尼咱根本规身躯顾操袂哩啊！原因就出伫遐尔啊，老无善。讲个足简单。你讲哦，你有糖尿病啦，啊，你有目睭啊，顾目睭。顾袂好。但是你的糖尿病无迄落，伊会去走别种镜头出来啊。你安怎就目睭袂掉？顾袂哩。上烦恼个就是啊，到时到高价阁去洗个钱哦，老无善，要哭无目屎。这骨病出不了镜，我不骗你啦。糖尿病引起的。但是啊，讲一个较粗嘴的，即阵囡仔在咧无啥外情关啊哦。啊，哪个哪兄弟啊，搁坐咧，搁你啊烧乾坤的，食老你就放我死。哦，我看他跟你顾健康较要紧。哎呐，跟你顾好啦。好。啊，你免烦恼。糖尿病。哦，张辉有一个观念方法给你哦。安尼，你就会当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好唔好？好。我问你。你要过正常人的生活，还是要搁你遐破工打斗啊？当然嘛，要正常人的生活。来，一句话，无牛滋味敢保庇，身体健康吃百年啊！关心咱的糖尿病。大家好，我是疾管署防疫师陈婉清。防疫期间，为了您的健康，请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。如果您是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，请留在家中或隔离检疫场所，不可随意外出，并留意自身健康状况。若您在隔离检疫期间出现发烧、嗅味觉异常、腹泻、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，请佩戴口罩，联系卫生局或1922，并依指示就医。不可自行搭乘大众运输。如果您有洗牙、健检等非紧急医疗需求，请先暂缓延后，待隔离检疫期满再安排。感谢有您配合防疫措施，共同守护全民健康。来啊，永清的朋友老伯山，我手里客这罐哦，今麦大家正大家学咯，食到过会倒烧不？啊，做轰动的哦，非安动的，咱的只有稳定的。苦瓜生态，张伟苦瓜生态，阮到有我相信啦，真哦苦瓜生态介济啦。但是老婆山，咱也莫去讲中伤哦。你甲比拼看卖，比拼钱开咧，咱当然要一日都要开好掉啊，对不对？一日都要掉。来看咧，来，惠安堂的哈，一号，哦，咱惠安堂的吼，来，做稳定的哈，苦瓜生态哈，做稳定。这一罐一千块，一罐一千。老婆嫂，我今仔犹太啦，买两罐，两千块，两千块吼，对，送一罐，买两罐送一罐，啊，干脆搁加送一罐啦。健康老师帮你出一罐，啊来，咱的静心泽加两袋，七月时啊限量版静心泽，静心泽加两袋啦，农历七月个无个静心泽个无啊，0800-0100-0100安尼开两千块啊，赶紧电话打开看合同。新朋友我来讲，安那，咱张威吼，要讲这款我要谈哦，实在我也讲未出来，所以老师记名嘞哟，来啦，线顶电话看合同的哟。即阵啊，看合同的这款赶快搁甲你加落，所以你买两罐送三罐，好无错喽。张威安尼算真棒啊啦！五罐呀，两千。张威算真棒啊啦，我拢尽量啊啦。啊，进电的赶紧跑通啊！我以为进前有优待。今仔这十八周年啦。十八周年了。太神啊！迄个第20周啦，20周啦。好算啊！第21周吼，就安尼啦哈。好好。20周来，我搁加个加一罐啦。五罐。我兼搁加加持一个。老师搁加持一罐送给你。吃饭吃到一半，你甲我吃两粒嘛，早暗倒啊。
老婆山，安尼你得做安你得做安满赢啊，做稳定，安尼做稳定哈，对，安尼来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哈。什么人要做第一回？安尼这一个月介绍一拜年哦，就是今仔日哦，后一回咱搁做稳定，改当后个月呀哦。来你好啊，喂，你好，咱到位。我台南，台南哦，哦，去做起来，对，真真好奇。来一山试试，恭喜你。来第二位什么人？哎、欸，我洪美兰。洪美兰，二山宝娘给你报名、欸。来第三位什么人？哎、欸，你好，陈志呀。哟，你好。我问你啦，我。来三山，三山。这么冇赢。来你好啊。嗯。哟，我台北来哦。台北来，我来四山宝娘给你报名、啊，谢谢啊。来你好啊，喂，做稳定一组。来赞你，来五山宝娘给你保保、哦，身体健康，吃饱你啊、哦。我不是唔好你问啦，你问我未到啦。嗯、是咧广告的时间，你若讲到镜头，讲到器官，啊，我无趁钱，搁红罚金哦。安尼你就做错啊。规定有规定哦。对啦，来你好啊。喂。哟。我咩多？咱住伫倒位？各地有山，红山一山宝娘给你保庇啊！这组对啦，吃会得，老婆子你就免烦恼。哎对，那就不无问题啦。啊，这组咧吃暗时啊嘛较好困。来你啊，惊疼人你另爱吃。来二山宝娘给你保庇啊，谢谢。来你好啊。哎你好。哎，咱到位。我要第一个就苦瓜生态。好嘞，赞嘞！啊，恁到老白种白煮个，有哪会使个南州吃啊？来三山，谢谢。哎，也要讲苦瓜生态真正。来你好，来你好，喂。你好，苦瓜生态，来四川宝牛苦瓜生态啊，宝牛苦瓜生态哟、哦。来，我来讲哦哈，恁到哪有白种白煮的苦瓜生态，唔好单挑。啊，我不要吃。我的人哦，你做生意，我袂讲哦，你要吃我的，倒别人的唔好，我的上赞，别人的上歹、嗯，我唔爱安尼讲话。老婆说你，咱个比拼嘛，平钱开来，咱要吃咱家己满意嘛。啊，恁到的哪有苦瓜生态，恁到的一粒。啊，咱呢一粒八个人做一只，对，安尼阁未拍算，啊，阁当比个，哦，啊，未拍算，啊，无你，人啊，偷者，人家个做乞只，然后给你啊，来，你好啊，喂，我在做人嘛，来一双做人，谢谢，来，你好啊，喂，哎，哟，哎，拜托，苦瓜生态，来一双，来一双，谢谢啊，来，你好啊，红山阿姨，请坐，来，咱到位，红山，来红山，哦，阿姨哪里呢？啊，阿姨哪里想做一只呢？来四双，我双，我双，我双。啊，阿姨呢？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嗨，电话通啊呢？有人接无？我困你呢？喂，有人困你呢？困哟。三双，三双，一电话卡卡，我帮我困你。无啦，是朋友啦。你有较成功的啦，你安尼会害你？嘿，那多去做了照片集团，那种顺顺拢去恁兜，赶紧。哎呦，真假哦！哎呦，在石头里呢。哎呦，我没结婚的。老婆在讲，我同意嘛。对啦。哎，你嘛？哎，嗨。我买这苦瓜生态。哎。咱住伫倒位？桃园。老婆在，你今麦若有去做吼，你的身体开始一天一直健康开。来，二山宝娘给你保庇。哎、欸，啊！这做咧吃暗时啊嘛较好困，像我唔惊疼，我嘛是有咧吃呢。我有哪吃呢？嘿呀、啊！我咧吃这暗时会较好困。好困到哪三回咧？是只敢低保诶。有啦，足好困。困到一头白家生呢？一个唔知影啦。啊，困到口腔疼呀，个唔知啊。有啦。啊，叫护理啊。哦。吓傻哦！伊阿公未困哦，足欢喜诶，叫惊唔惊啊？这心理变态，我懂。光电苦瓜生态存三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！电话讲起来较好通，食饭食到一半。你若那食饭食到一半，你甲食两粒。惊疼的老朋友、新朋友啊，炸唔到啊！你若惊疼的，安尼你的身体才会健康，咱才会当过一个有品质的日子啦，的生活啦。那么过过你要破功大道，当咩哦？不不要有诶，无诶，老婆生。欢乐当欢乐西。啊，我去做你就免欢乐啊，你。哈？对不对？来，啊，我这个是。做一点的苦瓜生态。来，咱搁存几组？最后两分钟。搁两分钟啦吼。嗯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啊嘛，存了几组？迄落北部两组，中部两组，南部两组，花东两组，安尼啊。存最后六组。六组啊，无啦，八组啦。哦，八组。八组啦。好。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嘛，来你哦，喂。你好，咱住伫倒位？哎，我来去种一撮苦瓜生态，咱住倒？哎，老婆仔，你出运啊！来，一山宝娘给你保庇。
身体健康，让你吃百里啊！剩七周，还过七周。哎，啊，来个熬过胃啊，苦瓜生态啦，熬过胃啊。啊，那是七周苦瓜生态，你吃得到？你批评的你讲哦，张威，啊，这个物件这你啊赞啊，你讲，他没这上。嘿，我靠，苦瓜生态贵三三呢。没过老婆生，我公家遐做家遐啦。哦，咱这都唔是你吃三公两公啊，二十二公啊呢。老店对呀。来，你好啊，赶紧咯。喂哦。喂。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咱大豆老师哈，哟，你好。哎，我今嘛，然后有一节骨神经痛。没使你讲啊，我那个双节，没用这个镜头，没使讲个镜头。嗯，卫福部规定的。像这样那个，安尼听到听到，啊，出来跟侬讲，像这样。讲个镜头，老师该罚钱啊嘞。哎，来你话。哎，我会当提两双，我搁提一双。好，来一双，谢谢。你咧提几双拢无要紧啊，够来提两双的啊。莫叫我拗叫，来你。喂，哎，咱到位，屏东，来三山屏东保留给保平啊，来赶紧哦，来六，喂，嗨，你好，来，啊，来四山玻璃，来谢谢啊，来六，喂，嗨，我叫屏东，屏东来四山保留给你保平，谢谢啊，因为是要吃苦瓜生态人，拢爱吃当季的呀，对啦，来六，喂，哎，你好。哎，我要一张。咱大伯、大伯来五山宝牛给你保平，谢谢啊，安尼就对啊。好，剩最后一桌。啊，所以要吃登记的，所以老师。两桌啦，够两桌啦，两桌。来，你好啊，喂。喂。你好。我一桌。大到位。新增林南东了。来，一山四水宝牛给你保平。剩最后一桌。本体是剩一桌啦，我看电影讲剩两桌。老师。你咧当帮助咱老婆生，无多啦，无多，啊个一句唔讲未出，讲未出来啦，讲未出来。啊，我你主席呐，无只你要收个五万两千块。我来分吹啦，啊恁继续拍电话。赶快有优待。有啦，空不共同，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。继续拍电话。来一种。这样，要爱健康，就是爱持续的呀。哎，算长期抗战啊！七号的哦，七号的是咱的新北市的月圆小姐点一首《船过水无痕》哦，来音乐好听，老婆婿来欣赏哦，《船过水无痕》。
啊、来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，扶持母娘中天照明，这个功德真大。啊，今日有一件代志要跟报告。什么代志？因为咱农历的八月初四，也就是咱国历的九月初十，这是咱一年一度的恭庆哦。咱一般是母娘的福缘甲恭庆拢做伙办，因为今年这是疫情的问题。所以咱就无办到，真是老菩萨讲啊，无办到要安怎？咱就自要吃一福缘的500块来甲咱阿母来供这个花，供花功德非常大，哦，供花诶，这个功德非常大。真是老菩萨讲，哦啊啊，安尼这供这个花啊有甚物好处？其实你拢无了解，因为这个花是佛这个佛门上界受欢迎的物件。伊有一个代表性的，伊你对伊的虔诚的这种信仰，还有一个无比殊胜的功德里啊。囡啊，爱较好有气啊，学生囡啊，课文啊较好，少年人工课也较顺心，桃花也较旺啊，较赚大钱。啊，下一代也较有好出路，大财库。老大人哦，身体较健康，心情也较好，老运较有啦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呢，共这会真好，对着众生，我那充满的人族。这个温柔包容忍耐的一种的一个代表了，对。就是，咱要讲开，咱幸福就是爱安尼嘛。你有甲强火，伊了解啊。哦，伊知影讲哦，你有甲我强火，啊，我要爱为你安那做。当然咯，这是互相的，啊，无你讲强火，伊哪会知呢？对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一个500块尔啦。啊，要强火啦，无使即摆电话沟通，老师亲自做好无？来你好啊。来你好。好。我要好吃。来二双，来功德无量，吃饱你啊，谢谢啊。用花哦，咱一份500块啦吼，啊，你都电话拍来，地址、电话、姓名留咧，啊，咱就寄单给你啊。咱来去西门全家 OK， 咱有负责当叫啊。拢唔免签名，唔免登，那唔免收小费呀。是啊，用花就像安尼啦，咱这二无先消掉。来用花。哦，二无先哦，就像安尼哦。二无你会套诶价钱，咱都用这个花。规年套单诶。啊，规年套单，哎，这工资足大啦。当然。啊，无你哦，良心大义，对不对？不比咱大家较平安诶，今年是谁？大家较平安诶。啊、你好，哎，哎、欸，你好，哎、欸，张辉啊，有，哦，要张辉啦，哦，功德无量啊，来一双，谢谢一双啊。今麦有只苗端咧走，就是那种张辉老菩萨。如果那是讲你的名字有唔对，给你拍唔对，爱改哦。有，因为咱嘛拢要落数文咧。爱个，甲恁读数个啦。落数文不一定哦，要你知影。所以这要公开，这500块咱哦。那个工课，唔爱个爱个讲不会啦。一年才一摆呢。哦，来你好啊。就是即摆。哎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张辉哦。好，来一双一双，谢谢啊。来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。我张辉，500块。来一双，功德无量啊。来你好啊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张辉老师。哟，你好。张辉好奇。啊，三双来功德无量，吃饱你啊，谢谢。来你好啊，喂。喂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要讲话，功德无量来四川，无量给你保庇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你个对啊。咱哦，迄个讲话哦，咱随时拢会当拍。哦，你需要有闲个当卡。你正定个较吵咧，啊，你都有闲就会当拍，无一定爱做节目个时间咯吼。来，你好啊，喂。喂，你好，小张辉啊。哦，是你好。我家点酒啦。哦，点酒来，二双来，谢谢。哦，好来。功德无量，咱在地呀，在地点酒啊。对啦。诶，我呢，介诶，古的老朋友啊啦，对咯，哦，诶，为听广播电台加接东西嘛，算第一代开机关注啊，真正真正，来你嘛，喂，喂，哦，你好，诶，关那个500块买花呀，要姜花哦，来三双来，功德无量三双啊，来咱买有姜花一年一摆。一年卡500块，恭庆利用恭庆，一斤啊苦花银啊，无加2块啦，一斤无加2块银的姜花，这甲阿母姜这个花哦，和咱老菩萨心花开，身体健康，囡仔大细大家平安，意义足大啊！今嘛即落，今嘛即落，即个时势安尼吼，咱阿德神阿德灵老菩萨，咱讲属实呢，因为这500块银咱未做去吃啦。哦，啊，阿免坐啦，但是一定爱坐。哦，会记一啦，那你好，赶紧啊，那你好啊。喂，张辉啊。有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张辉，张辉好啊。来，一双功德无量啊。那你好啊。哎，先生，我借问一下。好，来，一双，谢谢啊。来做功课来。
主席，张会家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、主公普照来甲咱保庇。咱这个分林大陂乡上义村上义五期十号张春林陈汉，中华园林区三寮里成功东路317巷6号黄亮，新北市新庄区中和街112号7楼郑天福，宜兰县东山乡香河村香河路100号尤素如，中国医药大学附属病院急重症中心大楼病房502-2号萧福树，新化区永安路37号蔡雅琪，中华关社头乡北市2巷51号刘开伟，嘉南市仁爱区爱一路8号4楼3道恩娇，主管区赤坎南路树林巷19号林家园，高雄市洪山区中华路53巷4号罗润园罗建宏，新北市板桥区金门街47巷20号2楼郭俊成，洪山区保安二街286号张干秀，而且恭请咱母娘慈悲、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，我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叫真几位来给咱母娘东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，功德非常大哈。帮了张敏雄5个月，大了丁桂芬12个月，英和黄科军3个日，丁武雄3个日。丁淑美3个日，陈义奇3个日，丁志酸3个日，闽雄张春林10个月，洪山柯晓邱小鱼8个月，遮阳何雨婷12个月，功德无量吼。咱们再来恭请着咱保佑慈悲、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，啊，互你会当正福消业。小在恩修真多功名，做人通地位开通，弘扬化解改恶生上，在王公前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，咱今嘛来尽量对咱的地位容易。手把青黄插满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绿巾青青风为刀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，大家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嬷，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咱诸位先生大德、诸位菩萨、诸位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，也得含咱做一滴来做这个功课。稍等，请各位再把今日这个功德，咱来回向我顶顶滴个杯、涂卡滴个锁、最灵滴个修的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日的功德回向好在苦在民，愿大家平平安安，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日的功德回向好咱的亲人，咱的阿公、咱的阿嬷。咱的爸爸、咱的妈妈，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，互因大家平平安安个。那么，请恁来受念珠，咱请感恩珠请起来；无念珠的人，请双手合掌，心肝来默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来延续着咱的昨昏的这个话题哦，咱讲到着咱这个中国在咧做这个咱的国字呀。要公开真有意思啦，像咱这个书上的书，书的一个为做四个家啊嘛，哦，四个家，你的心的顶冠上高为四个家啊，迄家啊就是已经分别啊啦，分做四家嘛，迄叫分别啊。啊，你啊想呢，想的是上，一得就是心，心顶冠上有上嘛，想想的是咱的执着啊嘛。啊，心心就是咱将咱的电甲这个相拢甲提掉，存啥存于心念嘛。
所以中国咧做字的智慧吼，要讲起来真有啦吼，这是提醒咱人，哦，一种的感悟的这个符号啦。有思有想，决定就是六道凡夫嘛。阿罗汉有思无有想，阿那菩萨呢无思伊嘛无想，所以因此经典观上所讲的佛四十九年伫咧讲经说法，无有一句话哦，这个佛。就是你说法嘛，啊，就是侬有这个思想嘛，所以这个佛经未使用这个思想来个研究嘛，啊、哦，无一句是思想的啦，所以佛伊无思想，伊用的思想是去研究，变成的胡思乱想呀，哦，对不对？变哪里呀？所以呢，愿盖如来真实义啦，就是离开的这个思想，才当来体会到。佛的真正意思嘛，这就是真实圆满的一个智慧。离心无色，心心不是物质啊，伊嘛不是色法啊，色就是色法嘛，就是那个五蕴嘛，五蕴就是色相、相形性嘛。所以即阵的科学，把伊分作两大类啊，一个是叫做物质，一个叫做精神嘛。佛法伫咧讲到这个色，就是咧讲到物质。心心就是精神，心有真心，有妄心。无论是真心还是妄心，拢唔是物质。所以恁目睭看未到，耳也听未到，身体也接触未到，连心想拢想未到。那么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嘛。目睭、耳、鼻、孔。智甲心甲意念嘛，这念头嘛，哦，连念头都拢达未到，所以六根内面的能力上界强的，就是咱的意根呐。所以咱从这个思想伫咧打这个妄想，想前想后，想过去想无数劫，想未来无量劫，想这个世界想到外太空，想诸佛刹土，但是这个心想未到。因为这个心呢，不是色法，意识会当来演一切色法啦，但演未到真心啦，不可见处的对。就是你讲到咱六根决定达未到啦，处就是执着啊，就是占有啊，不但就是心法不可见嘛，也不可处啊，连色法也是同款啦。譬如讲，咱的心就是色法啦。心虽然可以见，但决定也不可触啊！即阵的科学家伫咧证明，身体细胞、新陈代谢就是刹那伫咧生灭啊。旧的细胞死啊，新的细胞阁生起啊。如果若可触，细胞应该永远都不生不灭啊，敢毋是呢？所以呢，连身体都不可触。何况身外之物，换一句话来讲，无有同款的物件是属于家己的。佛法伫咧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说出世间法，就是一个因果嘛。因果也是万法之类，因果为什么不空？所以因果不空，不空就是咧讲到因果转变不空。啊、哦，讲到咱的因果的相续也不空，伊也是循环不空。所以今天这部经简单来讲，教人要断恶修善，会当断恶修善，你的因果转变就会愈转愈好，啊，因果的相续循环就会愈来愈自在。你若无明白这个道理，随顺你家己的烦恼习气，转变就愈转愈歹的点啦，相续循环就愈往下堆啦。所以呢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人在该主宰。全是咱家己自作自受啦，个人作业，个人咧担啦，佛也无多敢帮忙啊。亲像咱咧伊斯兰教诶穆斯林，为咱来做一个讲解，咧讲到阿拉，就是咧讲到这世界上唯一的主宰。啊，伊咧讲阿拉，就是咱咧讲的心性，但是伊无讲到这个真心。哦，伊讲的就是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要爱主宰啊，主宰就是妄心啊，真心都。无做主宰啊嘛，真心内面无主宰这个妄念嘛，
咱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嘛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讲讲做到这，咱这番做回向，张伟南一句，请张伟南一句哈，愿意出功德，归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，像这样啊，咱也得放开。这两句三句五句甲吞，未扎的完就爱去一路，吞一嘴，别那么苦。阿弥陀佛，请你。这么多看地那里，就看啥地里玩？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如电话，斑斑何欢似醉消。佛愿母牛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。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第三愿招财进宝，金玉满堂。第四愿富贵无灾，八节有庆。第五愿学业成功。红山表哥将为我心疼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建医师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，适度放松享受生活，并安心到餐厅用餐。到餐厅用餐时，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联络方式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请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清洁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厨师烹调时戴口罩及洗手也是餐饮卫生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如果有感冒、咳嗽不舒服，就要尽速就医并多休息。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并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